台南有一块秘境，是整排树的樱花。他第一次摸一整把的桑葚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捏下来，哇，这边真的超美，你看上面这整排全部都是樱花。我们今天呢，一行人浩浩荡荡，一家五口要去台南的秘境赏樱花，耶、yeah! ！好开心，好久没有这样全家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是四月清明连假时间，然后呢，大家想到赏樱花，一般都会想到武林农场。可是呢，后来就是因为我男票在台南嘛，就有在台南的爱讲推荐我说，台南有一块秘境，就是很多人都还不知道的地方，是整排树的樱花。那时候我就看到照片，我就觉得说就是它了，我一定要去。我在台南这么久了，我都没去过那里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西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从安平这边出发的话，也要快一个小时才会到。这边是两边的整排树，就跟我日本老板传给我的照片很像。我就觉得说，既然不能出国的话，台南又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爸爸妈妈也一起带出来了。原本爸爸不出来的，听到要跟 Yuki 照相就出来了。Yuki 现在睡着，乖乖的。我们就继续出发。Yuki 酱， yeah, 我们来看花了。刚睡醒，酷酷。你们看，超美，而且很多。这边全部都是，那边全部都是。妈妈他们在台南五六十年，第一次知道。哇，太美了吧！然后这边还有摊贩野餐可以吃的东西，旁边就是花，哇！宝贝，小贝带你出来玩了，宝贝，宝贝 ，Yuki， 你看后面有樱花 ，Yuki， 后面有樱花。他比较喜欢你的口哨的。Hello， 在前面，走过去了。这个就是推荐我的爱讲，推荐我来这边赏花的爱讲，太萌了。哇，你们好棒哦 ！Yuki， 看姐姐们看到你很开心 ，Yuki， 来。这边呢还可以预约像这样的帐篷，就地野餐，太舒服了吧！哇，刚才我妈妈他们也整个大惊艳，台南竟然有这样的地方，真的是感谢志工队，你们欢迎你们来，真的，这边都是志工队规划的。哇，你们怎么这么棒？这里真的你不跟我说，我们不知道哎。对，就是我们是这两年的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两年。那这边怎么会有？你们怎么会知道这边这么多的？我们是住这里的居民哦，我们都住这里。然后这块地是居民无偿提供的。哇，所以就是有种很感动的感觉。对，超感人的。对啊，超感人的。然后你们刚好今天来，市长还有来，哦、市长还有副市长都有来支持。哇、哦，好棒哦。然后这边的话是沿着整个台糖的农田，后来在101年投入农村再生计划。农村再生计划，你们好棒哦！刚刚我妈妈来的时候，她就说哇，好像没有来过，对不对？没有来过，而且很像，就是不用出国哎，很像在韩国、在日本的感觉，看着超漂亮的。啊，好开心哦！对啊，谢谢志工队，我觉得这边你要大力支持一下， yeah, 真的，你们来大惊艳，我们刚才一路上就这样，哇！那要怎么样可以预约啊？预约的话就是在我们的 FB 在这里，我把它贴在这里，可爱的布幕，放心，我会把它P上去。谢谢，然后我们就好了，没问题，谢谢你。饮品太好了吧？我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的果汁的部分。我们果汁 O juice 果汁，都是冷压出果汁哦，百分百纯果汁，不添加水，不添加糖。这边都是在这个营地里面直接旁边的营车吗？
还是你们这边准备的？我们这边准备。哦，就是我们在志工队这边准备。哦，所以预约搭帐的时候，顺便就会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也可以直接在粉丝专页跟我们预约，我们可以先买。哇，预约的话，他们就直接都帮你把野餐准备好了。天哪，好感动。嗯，又可以，又可以，你看到食物开心。像冷压柠檬，冷压的，然后就是苹果文旦，超特别。还有香檬甘蔗，每个都是哦，这真的太幸福了，老公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果汁很浓稠，哎，超赞的。我觉得一定要来这边，一定要来，真的一定要预约。一定要来。哇、哦，好享受、哦、Yuki 看起来想吃Yuki 哥，这是太甜的东西，你们还不能吃。有你。甜甜就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热腾腾的。呀、啊！Yuki 超爱吃这个布丁的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哦，这是奶酪，对不对？这是有点像是洋菜冻的那种小奶酪，因为我原本想说它不能吃，但是发现说它超级不甜的，就是不会很甜，我就敢给它吃。嗯而且有那个芝麻香，你看、啊、Yuki 吃到一直在说，我还要，我还要，不要再说话了，赶快给我吃。我还要，我还要。课桌椅。哇，这边真的超美！你看，上面这整排全部都是樱花，然后一整排还有轨道，啊 ，Yuki 好开心哦！真的要来一下哎，很有这种浪漫的感觉，晚上来一定点灯，一定超浪漫。又靠上山吗？哦，我看到这桑葚哎，这是它盛产哎，现在是产季哦，太多了吧 ？Yuki 你最喜欢了，吃的 Yuki 看得好开心哦。Yuki 手已经扑过去了。Yuki 手要过来了，你看。啊，抓到抓到啊！一整把、啊，第一次摸一整把的桑葚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？捏下来。然后下一步应该就是把它放在口嘴巴里。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超开心，超开心的。我们现在赏完花回来，就顺路找到一家在地蛮有名的中后山手路菜名店。可是呢，它有一些猪肉才是要预定两三天前要预定的，在这边。啊，真的、啊？然后怎么了？你要就对了，好，给你，给你，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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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。芋泥鸡腿太特别，好特别哦！你有没有吃过那种香酥芋鸭？就是把它变成鸡，而且它的那个鸡腿皮咸酥咸酥的，跟这个芋头很搭哦。这个彩椒香煎鱼肚吃起来怎么样？我很少吃到炸丝木鱼条，哎，不是丝木鱼丸，是真的丝木鱼条。哎，我觉得这家真的要来，有机会经过这边一定要来这家。每一道几乎都蛮有特色。你们在玩什么游戏？他刚刚为什么对你笑？他在照镜子游戏，他在看他自己。Yuki， 他笑得好开心啊！笑到牙齿都跑出来了。走吧，好吃好吃 ，Yuki 也吃得很开心 ，Yuki 也吃得很开心。有这台车，我就是封建准人。等一下，太扯了。我现在是封建准人。我觉得封建准人就算是特斯拉，你也会撞车啊？没有。可以的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很夸张，这个自动驾驶
很夸张。真的感谢老爸，让我们可以试开特斯拉。我现在甚至我的脚不用在那个油门上面哎。对、啊，而且他自己超车，他自己换车哦。我觉得如果是特斯拉的话，我很放心给你开。他好像开得比你好。真的，而且我们很轻松的在聊天，因为原本今天老爸说就是，哎、欸，让我体验一下特斯拉，我们边聊天，我心里就想说啊，我要认真开车，我在乎着三个人的性命，我还有小 Yuki， 我不能边聊天，那、哦、我刚才就很 free， 好像很安全哦，真的，开车有什么难？现在开始嚣张了，我现在就是一个优雅开车的女人。有彭志远方来， yeah， 老爸还有新天菜的一家，超开心。然后那个时候，老爸就说想要吃在地的，我马上就选到这一家。你们看，直接坐落在树林之间的餐厅，这感觉就对了。因为我们没有来过渔光岛，就一直很想要来，因为大家网红都会来这边拍照什么。对对对，身为网红应该。没错，我们带你，因为毛巾就是在渔光岛长大的岛民，对，岛民。真的，然后这边是蚵仔粥，然后它的那个就是海鲜都很新鲜，然后这个重要的是它的蚵仔煎，它的蚵仔煎是脆皮的，这个很少见，很少是这样子，对，因为一般蚵仔煎都是软的，然后可是这个脆皮他们至少要煎十分钟以上哦，对，茄子脆皮的，然后你要趁热吃，真的是趁热吃，就是直接吃，对，会变胖，一定会变胖，超胖，是辣的吗？应该就是意图让你们一餐就变胖。这个鱼肚也超好吃哦，而且这边无刺的，然后脆皮啦、蒸，然后这些都是我推荐的，整桌还有凤梨虾球。真的把它塞进去。Yuki，这样吃。它是甜的呐，放心，它会继续吃的。它继续吃，慢慢接受。也可以吃水果，哎、欸，这样很棒哎，小朋友也可以吃水果。